6月21号夏至音乐日，一个鼓励全民参与的音乐活动，在议事亭前地举行的音乐汇演，记得报名参加啊。还有 YouTube 音乐300秒，你都会好像他们一样的。Testing, testing, 夏至音乐日，夏至音乐日。喂，得未啊？吓，拍 YouTube 音乐300秒啊，21号就自自 upload 噶啦。乜，我哋唔系彩排紧21号嘅音乐汇演咩？我上网报咗名啦。拍咗 YouTube 音乐300秒先啦。聊热门啊，再歌唱，聊热门啊，再舞蹈。朋友啊，你为什么苦恼又悲伤？最高点击率，我哋赢硬啊！活动由民政总署文化局、法国文化协会主办。